生出来的吧。大螃蟹在哪里？给它摇一摇。摇一摇，这样它会很不舒服。你可以打开抓它。上次我就知道是黄婷摇，我上次真的没摇。你会抓它，老师，你敢抓它吗？敢啊，但是我想要用眼睛观察它，我想要让它很惊吓。你要静静观察它，就会找到很大只的了。这样哦，小只的不会饿。螃蟹好香哦，很臭啊。